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观众朋友晚安，我是王燕婷。美股决战2020，谁能入主白宫，是不是攸关着美股的胜负呢？不过有些人说，不要想太多了啦，怎么可能会因为谁能够入主白宫，谁又不当选，就让美股能够不涨不跌呢？怎么可能？而且大家回想一下，当初希拉蕊的时候，大家不是呼声也很高吗？说希拉蕊一定要当选，一定要入主白宫，才能带动美国经济，也才能够带动美国股市上涨。结果呢？结果希拉蕊落选，反倒美国股市也没跌啊。反倒看到川普在事前被人家诟病，大家就已经先知道他这个人做事有一点疯狂，所以大家当时就在警告不能够让川普当选，一旦让川普当选的话，美国股市整个美国经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事也不知道。但是川普现在稳稳做了3年多，确实也到处打了贸易战，还就搞了一些其他的这个跟什么中东地区也搞不好，但是他做了3年多，然后呢美国股市好像还在创历史新高，还在经涨，所以显见好像人跟股市行情似乎没有绝对关系吗？当然这是时间拉长，以平均值客观的来看，确实可能关联性没有那么大。但是现在就是正逢选举年话题就是很多嘛，任何的风吹草动就是会影响投资人的情绪，所以能不盯紧一点吗？尤其现在川普问题很多啊，没有问题什么，明天要面临第一场公开的弹劾听证会的考验，美国股市还有川普能过这一关吗？到底能不能过国会司法这一关，我们不知道啦，因为也要看证据说话，看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只是说现在反而大家比较重要的应该是美国民众到底怎么想的比较重要吧。美国民众这一关到底能不能过关呢？似乎看起来民调最新给大家来看不太妙咯。一样我们来挑几个比较热门的人选来跟川普超级比一比，这三个人拜登、桑德斯跟华伦就是民主党，也就是川普的对手党民主党最近比较热门的三个人选。以他们的民调来说，拜登是以31%的支持率为第一名，第二名是桑德斯，支持率有20%，而第三位是华伦，有18%的支持度紧追在后，他们的支持度在这里。所以来跟他超级比一比，川普跟拜登比较起来，两个对决的话，川普反倒是以40%的支持率输给拜登，输给他要调查的对手拜登44%。那如果第二名的呢？第二名反倒输更多吗？如果跟第二名的桑德斯来比的话，川普的支持率40%对上桑德斯45%，反而输的比较多。那第三名呢？如果跟第三名的这个华伦来比的话，他的民调39%的支持率输给华伦的45%，显见出来，这个民调数据好像在打脸川普。川普老说觉得他明年2020一定当选，但是民调每次一拉开都输得很难看，好像从来都没有赢过，所以看起来2020大选之位川普不妙不保了吗？不过对于投资人来说，现在比较想知道到底大选跟美国股市有没有关联性啦。因为讲白一点你跟我讲了民调这么多，然后如果跟投资没有什么相关性的话，那美国他们要选总统关我们什么事啊？看那么多民调到底跟我们很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一份这个国际数据的这个机构他们所统计调查出来的，赫然发现似乎还是有关联性，但是统计数据调查出来发现这个关联性好像跟大家想的有一点不一样哦。本来大家是想嘛，因为美国股市或是选举之年，大家就会炒热话题，行情应该会炒得很嗨才对，但没有想到根据历年的几次大选所做出来的统计，反倒越接近大选行情越冷吗？来看分个三了初期这个是过去十几次总统大选所统计出来的结果，分三个期间。第一个就是2到9月份的初选期，在初选期间这2到9月份算出来标普的年化报酬率平均值来讲，8.6%的报酬率好像还可以嘛，因为才刚选举才刚开始而已。那如果一直到10月份呢？10月份就是选前的前一个月，已经是进入冲刺期喽。照理说应该要很嗨才对吧？没想到没有统计出来标普的年化报酬率平均表现反倒比较低耶，低到3.4%而已。似乎大家都比较观望，比较紧张，不敢乱出手吗？那一直到
结束后就是十一月份选后，然后到隔年的一月份，刚好选完之后也碰巧遇到了每年的这个年底耶诞消费旺季嘛，所以似乎大家才比较敢投资吗？投资报酬率才回升到20%，好像跟我们之前所想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好，我们再来。再把十月份的冲刺期再单独拉出来看，因为这就已经选前一个月了嘛。选前一个月，美国股市到底现在大家是要出手，还是先观望才好？赫然发现，除了这个选举年自己比较年化报酬率比较低之外，如果把十月份最后的冲刺倒数月份拿出来跟平常的月份做比较来看的话，也发现好像报酬率也比较低耶。大选年的十月份报酬率只有3.4%，但是正常一般来说，正常在十月份的时候，报酬率都可以高达10%以上，有11.5%。哎，好像跟真的跟大家想的不一样，越靠近选举的期间，大家反而有一点在观望缩手吗？好，那接下来政党呢？政党谁能够入主白宫，跟美国股市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这边也做出来一个统计哦，一样按照这十几次美国大选去看，到底如果是民主党胜选，或是这个共和党胜选，对照于美国股市的表现又是如何？看政党胜选了，民主党如果胜选的话，当年度就是那一年要选举的那一年，美股标普的平均的表现只有10.6%，哎，好像还不错。那共和党呢？共和党如果是那一年胜选的话，那一年整体的这个表现来说有11%。其实不管是谁当选，在那一年美国股市的这个选举年表现大家都差不多。倒是选后，选后是关键哦。有没有发现选后统计出来啊，十一月份选完一直到隔年一月份的时候，民主党如果胜选的话，标普选后的表现似乎比民主党还要来得好哦，以27.5%的报酬率打趴共和党14.3%吗？啊，这个统计真的蛮有意思的。当然，我们必须再次强调了，这是一个平均的表现，不能说哪一党当选了，美股就一定会涨成这样，不一定。因为像今年川普也是当选，大家也是事前唱衰唱了很多嘛。但是确实，川普在位的这三年，美国股市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创历史新高，所以也不能说就是看到这个数据，好像就在暗指说民主党这个当选，美股一定会涨吗？不一定。那眼前现在要比较大家提醒大家要留意要当心的就是川普这个人的麻烦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今天或是最近的行情，什么样的麻烦？他的对手民主党人民调赢他，现在不说，当然要乘胜追击，现在持续的紧咬他通乌案不放之外，还有一件大事，川普自家人现在出来爆料咯，说他们自家人现在在搞内讧，想要把川普给拉下马。It is truly an honor to come back to New York City, right here at Madison Square Park, to be the first president ever to attend America's parade. 开心接受现场退伍军人欢迎。11月11日是美国退伍军人节，今年恰逢第100周年。美国总统川普跟夫人梅兰妮亚联袂出席纪念仪式，向美国老兵致敬。不过，距离众议院13日的弹劾听证会只剩2天，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却在新书惊爆，白宫内有反川普联盟，前国务卿提勒森跟前白宫幕僚长凯利曾经想要拉拢他，削弱川普力量，却被他婉拒。According to excerpts released by the Washington Post, Haley writes.Kelly and Tillerson confided in me that when they resisted the president, they weren't being insubordinate, they were trying to save the country. It was their decisions, not the president's, that were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America, they said. The president didn't know what he was doing. 现年47岁的海利曾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被视为共和党2024年总统大选明日之星。海利也在新书中透露，他独排众议支持川普许多外交政策，包括退出伊朗核协议以及巴黎气候协议。Instead of saying that to me, they should have been saying that to the president.Not asking me to join them on their sidebar plan. It should have been go tell the president what your differences are and quit if you don't like what he's doing. But to undermine a president
is really a very dangerous thing, and it goes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除了不苟同、扯后腿，海莉也不忘护航川普，表态不赞同民主党启动弹劾调查。川普成为美国史上面临弹劾威胁的第三位总统。众议院加紧脚步，最新又公布三位美国官员的证词。但是有分析指出，众议院虽然建由电视转播听证会，想要重塑当年尼克森水门案的氛围，不过恐怕难以再创收视热潮。The greatest difference is that there has been very little evidentiary work that has been done. It appears they are going to go forward largely on this phone call and the Ukrainian controversy. If they do that, it will be the narrowest impeachment in history.And they'll have one of the most limited evidentiary records in history. 1973年举行的水门案听证会在美国各大电视台转播，吸引超过八成美国民众收看。不过，由于现在资讯管道更多元，除非听证会上有更爆炸性的进展，否则恐怕将是雷声大雨点小。记者林佩瑜、赖婉君综合报道。不管怎么样，就要特别注意喽。明天以及本周五对川普公开的弹劾正式起跑，这两场可是会全国电视直播，所以不仅是国际的焦点，也是全美国民众的焦点，大家都在看这一场弹劾案哦。但也要特别注意的是，现在民主党现在信心满满，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三名的关键人要出来佐证川普这个人真的是滥用职权，真的是用了总统的职权，然后叫乌克兰的总统帮忙调查对手，所以已经找到关键这三个人。那么川普是不是真的就会就此被弹劾呢？明天跟礼拜五就是关键。那有谁呢？明天看到的是会先请到两位，一个是美国驻乌克兰的临时代办威廉泰勒，另外一个是助理国务卿的帮办乔治肯特，这两个人明天会先出席。而礼拜五则是美国的前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万诺维奇，这个人是在礼拜五会出席来做听证做公证。那么这三个人为什么重要呢？这三个人真的有给出什么相关的证据吗？为什么民主党人敢开这一个弹劾的公听会呢？因为据传这三个人先前的调查秘密调查当中就已经对民主党或是对这个秘密程序调查当中就已经先给出相关有力的佐证了，所以明天跟礼拜五是不是川普真的情势很不妙呢？川普当然急跳脚啊，所以他现在出了喊话，我要公布电话记录来自清，我跟这个乌克兰总统通的电话我都有保留记录，我要公布这一份记录，这两天就会公布出来，你们等着看好了。好，他要公布哪一份记录呢？被大家诟病就诟病在这里哦，因为川普跟乌克兰总统有通过两次电话，一次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一次是在七月份的时候。那这一次因为弹劾的公开听证会已经开始了，所以川普这一次又说我要再把这个通话记录拿出来公开，但是他这一次要公开的是四月份的那一份通话记录，这就被大家诟病，因为你四月份跟乌克兰总统所谈话好像没有谈到什么核心关键，重要的是七月份的那一场通话好像就有讲到利益交换，这一个才是重要的关键，那你为什么不公布七月份？那对白宫来说，白宫说有啊，你们当初在九月份那时候开始挖出这个通乌门通乌案的时候，我就在九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公布出来七月二十五号那一天所做的通话记录，我有公开啊，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不够，你在那一份的这个通话记录其实应该有所省略，里面并不是完全的内容，所以大家希望的应该是你要把七月份的那一份通话记录更完整的公开才对。但是哦，川普没在管了，川普觉得我九月份就已经公开过了嘛，那你现在要好啊，那我就再给你四月份的这一份通话记录，我把通话记录公开给你们看，我再来请你们告诉我，我到底哪里做错了，我这里面到底有哪里犯罪了。好，这个罗生门当然就等川普他自己把这份通话记录公开之后，然后再等听证会看证据到哪里，才能够继续断定说川普到底有没有滥用职权。只是说撇开这件事情不打紧哦，除了现在要对抗民主党之外，更头大的还在后面哦。现在有自家人出来爆料说有自家人开始在搞内讧，要把川普给拉下马。谁出来爆料啊？美国的这个前驻联合国大使海莉这个人最新出了一本书，里面写了洋洋洒洒很多白宫的秘辛，非常的精彩。其中就讲到两个，他说啊，一个是
前国务卿提勒森，一个是白宫的幕僚长凯利，这两个人曾经私下找过他，希望他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联合来对抗川普，把川普的一些不法的行为给透露出来。简单来说，就是邀请他一起来出卖川普。不过对此哦，这位这个前联合国的这个大使他就有说，他那个当下的第一时间他就拒绝他们两个，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你今天把总统川普的权力给削弱下来，反倒会危害整个美国国家的安全跟主权性，所以他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对。如果你今天真的对川普不高兴的话，你要嘛当面跟他讲，要嘛就辞职走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干。那对此他还是有同时有对这个两个人就是有帮他们说话，他说这两个人虽然搞内讧，但也不是真的说要这个对川普不利，而是说他们是觉得总统川普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为了国家好哦，应该要让川普就是收收敛，所以他们才会想要做这样的行为，让川普可以自知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他们的目的只是想要救国家啦，简单来讲都是为了美国好啦，想说让川普不要在这个大肆的自作主张，搞东搞西搞有没有，看看总统川普能不能收敛，所以才会找上他一起要来出卖川普。那当然这部分都是他的说法，到底是真是假不知道，因为目前收到的消息，不管是提勒森也好，不管是凯利也好，对此都不多做评论哦，所以这些都是他一个人现在单方面的说法，白宫也没有出来做回应。感觉上哦，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真的特别特别的精彩，一会又是贸易战，一会又是弹劾案，现在还有川普自家人出来扯后腿，那么川普能够稳稳的过关吗？又会怎样牵动行情呢？当然就要请你持续锁定我们全球新观点，以及 YouTube 频道上存放各大焦点的追踪，带你一起掌握投资行情的最新动向。